咱这些人吃饭战斗力其实挺猛，挺猛的。嗯，我都没想到中午能吃那么多。我中午吃完，我在心中下了一个重誓，今晚绝对不会再吃东西了。男年说呢？你说张总的菜就是纯。哦呦，这鲽鱼头。我介绍一下，我介绍一下啊。这个是麻辣拌，这个就你一吃就根本停不下来了。这个孟晨最喜欢吃这个，这雪棉豆沙。哎呦呦，你这一下就吃了一口狗粮，你这不是，你这个真好吃。哎呦，好吃好吃，这鸡蛋饼是这专门买过来的，街边烙的那种吗？好吃，行不行？这个鸡蛋饼它很鸡蛋，它里面有香肠呢，还有塑料袋。你这还咬着手？我咬到塑料袋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这个像这个调料，这也是东北就沈阳的做法，从来没有吃过，特别好。你看有，其实有点像那个火锅那种料似的，但是这是沈阳的弄法，是裹一下子。哎，太好吃了，把大家吃的都站起来了，这已经行不行？哎呦我这我已经放心了，这太行了，压力贼大。哎呦我太，我因为在镜头前我这哈哈哈哈。海涛，真好吃，行不行？真好吃，真好吃，都得吃完啊，太香了，不能浪费啊，太香了。哎呦，太牛了，行不行？哎呦，可以可以，我想落户嘛，这个我就放心了。哎，齐了。哇，这个拌饭很厉害啊，真的香，这拌饭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不是，这一切都好吃。就对对，沈阳的，我这沈阳是天，现在海涛这儿的菜，就哪怕就吃这一口，哎呦天哪，这是武哈三季以来吃的最好吃的一顿。哇，真的，真的，豆奶啤酒冷面拌饭，中午这一下。